坐在四平八稳的板车上，尚清华如同坐上了人生的巅峰，感慨着人生，感恩自己曾经写下这么一个故事，哪怕他一手塑造的主角放着他给准备的繁花似锦的人生不走，如花似玉的妹子不推，要死要活的去跟反派搞对象，哪怕自己身为作者穿越到自己的书里，连个体面的角色都混不上了，但尚清华心中至少此时此刻非常的满足，毕竟万事没有十全十美呀、啊。毕竟漠北军的板车是真的拉得很稳。尚清华此刻躺在马车上，正畅想着未来人生，兴高采烈地规划如何重操旧业。一不小心高兴过头，从板车上栽了下去。尚清华，尚清华，难道是刚刚挨了领光君那一顿胖揍，后遗症发作了？完了，枉我向天打飞机一世英名，今天莫不是要笑待在这里了吧？人渣反派自救系统，陌上同人系列之定情。小腿的李光君，看我玄阳真火、独自亮丽、先废了你两条腿，看你还怎么跑！大王，尚清华，现在腿上伤口竟然都愈合了。身上衣服也被人换过，难道？不过，这都不是重点。我现在躺的貌似是漠北军的床。我操！口水都流到枕头上，万一他脾气上来了，又要给我一顿好打，怎么办？三十六计，此为上计。慌慌张张的做什么？大王，上去。什么？回床上去。啊，
我已经没事了。大王，别动。坐好。我真的已经……嗯，给，之前答应过你的。啊？这是拉面？这大王，我其实我当时只是随口一说，不用这么……当真的？闭嘴，吃面。哦。说实话，还真是饿了。你折腾了这么久不说，在斌哥那儿吃的那一碗面，非但不管够，倒是净勾馋虫，真是可恶呀！吃饱了，还要吗？啊？不是吧？堂堂魔界二把手亲自下厨，吃一碗不够，还要第二碗？会不会太不知廉耻了点儿？做人还是不能太过分的。够了，谢谢大王。只是想不到大王的厨艺这么好啊。那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走了啊。你还要走到哪里去？不是的，大王，你看这天色这么晚了，我站着你的床实在是过意不去嘛。不如我先下床，你好好睡一觉。哼，刚刚都没发现，漠北君只穿了一件中衣，头发也是散的，明显就是准备就寝嘛。话说老板对我人道主义关怀已经是仁至义尽，身为小弟，我该滚回原来的位置还是得滚回去的。毕竟碰上这种先后出现在老板床上的烂俗桥段，只要拿的不是霸总文的女主角，那就得有眼力劲儿，麻溜快闪呢。大王，你早点休息吧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明明那么好看的一张脸，为什么会有那种茫然的表情？难道他不开心吗？漠北君的床再大再软，还是没有自己的床睡得踏实可靠。给，之前答应过你的。还要吗？我这到底在想什么呀？睡觉。反正也睡不着，不如重操旧业。老子可是日更万字的作者，文学创作没有睡觉。说起来，这个世界的读者和原来的世界本质上没有多大区别，越没逻辑没下限的剧情就越受欢迎。有三圣母和柳素棉花两个冰丘界镇圈大佬顶在头上，实在是不好逾越。那柳青哥在修真界女性支持率一向很高，尤其是情窦初开的年轻仙子，若是搞搞冰山美男却深情专一的反差人设，应该能在小女生中炙手可热。
值得 CP 吗？把苍穹山这一票特点各异的大佬随机排列组合也很有可能，素材不是问题，关键在于敢写。只是不能把黄瓜兄编排进去，我的脑袋和爪子还想在心魔剑下多留一会儿呢。冰哥绝对不能得罪。哎，有了，是之前被岳清源派下山剿灭师徒小黄本时头藏的死活呀。俗话说，知己知彼，方能百战不殆。只有了解如今的画本界潮流，才能更好地写出符合读者审美倾向的东西。先观摩观摩其他作者的作品。三圣母合集，哇，春山恨泉传，冰秋银精选，都是好东西啊。这是什么？清北情？哪个情？哪个北？ What? 这个时代还有高考攻略？作者柳宿棉花。话说这漠北君身为一代魔君，为什么热衷于把一个肩不能扛、手不能踢、骨气没有、马屁一堆的仙界叛徒时刻带在身边？为什么在即将继承上代修为、名正言顺、荣登大典的关键时刻，让此人保驾护航？冷漠冰山、狂傲魔君不惜为此人翻遍了半个魔界。试问，这到底是人性的扭曲，还是道德的沦丧啊？换而言之，都是因为爱呀。本书如今已经开笔，日后连载，希望诸位看客有钱的捧个钱场，没钱的捧个人场，在下柳宿棉花，多谢多谢。这都能行？是你，看你这样子是连夜赶过来的吧？说吧，找我有什么事？如果你在意一个人，要如何让他知晓你的心意？我怎么知道？你曾经问过的，在大殿里。现在你已经和他在一起了，肯定是有了答案。你在意上谁了？原来是他。我想问问你的办法。我能有什么办法？若是师尊不喜欢我，我也只能束手无策了。喜欢？我不知道他喜不喜欢我。你不如对他装装可怜。装可怜？若是在他面前示弱受伤，或许会更好。受多重的伤比较合适啊？能重则重。你，师尊，碧荷，把斗笠戴上。太阳这么大，也不怕烤着你。师尊，你们刚刚在说什么？没什么。漠北就是问问我，问我如何让在意的人知晓自己的心意。啊？他来问你？这种全班倒数第二交倒数第一写作业的即视感是怎么回事啊？漠北君，你想得太麻烦了。若是对一个人有意，你直接告诉他，
他不就明白了吗？哎，师尊，鱼儿上钩了，晚上给你炖鱼汤喝。好。张清华，你不是喜欢跑吗？你方才跑了几米，就洗干净脸准备挨几掌吧。这一掌下去，还是能拍飞半张脸皮啊！我操，你等我饶命！等我！让我！让我！让我饶命！大王，饶你什么命？做梦也怕我啊？没有的事儿，我对大王是敬畏，完全的敬畏。原来刚刚是梦啊！吓死我了！以后我不打你了。不，大王，你千万别客气。我觉得我把脸上的墨汁洗干净，出来。等等，让我洗干净准备挨揍吗？好冷啊。你来了啊，大王，你找我？我想说，只要你听话，以后我就不打你了。大王，天上地下，你要找一个比我还听你话的人，那可太难了。很冷吗？是啊，这么背湿地盘，果然不是人待的地。过来。啊。这样还冷不冷？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漠北君吗？在这冰天雪地里特意叫我出来，就是为了给我披件衣服。喂，系统大大，你是不是把原本塞给沈清秋的女主剧本不小心发给我了？怎么了？没有。大王，那什么怎么还闭着眼睛？我啊，大王，你去哪儿？记得把衣服送来还我。明天早上之前，尚清华，我会等着你。大王，请问阁下是否需要回城？否，确认取消回城选项。等等，漠北君刚刚说什么时候把衣服还给他来着？好像是明天之前，可是现在已经是晚上了呀，也就是说必须马上把衣服送到他寝殿去。亲自，系统大大，等一等，有没有误操作选项拿出来给我看看。喂，系统大大，你还在不在？系统大大，你看看我呀，你看看我呀。
一点灵犀惊动尘缘。再见，为何心生怀念，发生在为你落泪之间。这流万绪无端的蔓延，从你指尖牵连我发现，只言片语忽然都缠绵。转身之间，今后桃花飞落的路沿，自已驻足